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今天我想要交好金数100，1到100，因为大课一当时没有什么非常好。二姐，你现在这个数对的，然后去超市买冰淇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我说了，70、6、70、7、78、79、60。这个是宝石。好点，好搞笑，你知道了。91、91、92、93、99、100。嗯哼，不错啊。为什么我很开心？我现在有两个包包，因为可以说我现在教大包包、小包包旁边也可以。因为好的，他不会现在工分是100，但是如果他去学校，他也知道。因为那个时候好进小，我教他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他也旁边，他也可以知道。然后我从来没有数到100了。对呀、啊。小时候，他没有数到100了。红掌拨清波，曲项向天阳歌，曲项向天歌，拔牢浮沥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拨清波，对。我现在那个郭芬他有宝宝嘛，他们宝宝有拿那个打印古诗出来背，我也打印的，然后我教他们两个，然后他们上一年级的时候就不拿。我也教他们这个乌克兰的话。我好啦，可以呀、啊。好，今天行，对。天不啦，天不啦，天乌克兰，天出了，把呼吸好了。你看说摸了口，对，你再别说，我说了，自己说，对吧？别家摸了，别家摸了，你看书，要不考，要不考，别家摸了，把补习笔，走路，看书，摸了口。我们今天拍视频是。大家看我们的宝宝厉害，那是不是厉害？就是宝宝慢慢学东西嘛。是的，我都是玩和他们说，然后他们会喜欢，因为他们现在他们在学校，他们可以什么要音要做好，要是规矩，在家不要，我要和他们说话，什么朋友的是这个的意思，然后他们会学。是的，这是老师说的，这个学拼音比较好。你们今天两个很厉害，妈妈现在去买雪糕，你要什么口味？快点！我要蓝莓的，还有巧克力口味的。好，还有我要蓝莓口味的和巧克力。好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19块，19块，你为什么买它呢？我看你这个很漂亮。
在在抖音有很多这个雪糕，我想我也要尝一下。嗯，可以尝一下。可以。嗯，但是这个真贵。我他们没有写多少钱。妈妈。是的。妈妈。来。对对，我是大娃。对，你是大宝宝。我是小宝宝。对。好吧。哇，皮哦。对啊，就这样子。三块和差不多19块。对呀。你该是在这里有环境。有环境，来尝一下什么口味？一二三。的味道，我也可以尝一口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叫什么米酒？什么这什么雪糕？这是，看一下，好吃吗？第二次我不买，真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，要不要吃？浩姐，浩姐还要不要吃妈妈的雪糕？浩姐来了。姐，这里是不是有酒？嗯。的？嗯。你浩姐不可以吃。不好吃啊。哇，这个不是。浩姐。这个100个粒。嗯，哈根达斯50个粒，是不是？对啊，30个粒。三十个粒。啊，那个小的。对，那这个也小啊，这个比哈根达斯还贵。哇。可能。那么难吃，我也不吃。我也不吃。吃完，嘉欣，妈妈她不吃，我，她要浪费。我吃这个。过来过来，说妈妈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妈妈，这是要用钱买的，这是要吃完，要快点，快吃完了。好，好，那老公吃。哦，这个，算了，给我吧。那。真难吃，虽然不好吃吧，但也满足了我一个小小的那个，一个那个欲望。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这个很贵嘛，然后我也想尝一下味道，我欲望满足了，但是这个啊哈，你看，还有一个雪糕，是什么里头有胶，什么卡拉胶，我不知道，那个东西化不了，但是这个化的稀里糊涂的，是的，它都掉了，对，但是这个真的不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不高兴，因为我花钱买很贵的冰淇淋，可它不好吃的，是的，真的不好吃。我们现在买便宜的冰淇淋比那个好吃。是的。哎呀，这个要说什么嘴给？贵的不要想好吃的。对，那个，因为他们上面没有写多少钱嘛。是的。然后当时我错了，他讲买的时候没注意看嘛。因为他们都没有要问他们啊，我没有问。我想没有什么贵呀、啊。他家买西瓜了，他当时可能想西瓜在一起比较贵吧。他回来一算，发现好像被雪糕给刺了一下。